复述一遍。这儿，按两下是大鱼不在，不要轻举妄动；按三下是大鱼在此，速速行动，对吗？燕儿姐，陈哥，涛哥，哎，凯子来了。今天涛哥心情好啊，咱们陪他打牌消遣一下。你快点，磨叽什么呢？这里面啥架势？那个内鬼抓着了，是个娘们儿。阿泰在里面陪他玩呢。抓着？这王八蛋啊！你有的是机会，也是。哎，这都上啥手段了？老大说呀，让这内鬼尝点苦头。涛哥呢，就想了个好法儿。这好戏呀，当然是得等咱们人齐了再开演呢。没油了，啥好戏啊？能有啥好戏？你今天来了。陪涛哥打打牌吧。打什么牌啊？炸金花啊！别说你不会啊。会是会，这没钱呀。哎，对了，涛哥，你不是说让我领那个上次的辛苦费吗？我就没准备什么，我就过来了。来，这是你的辛苦费，怎么样？现在玩两局。成，有啥不成的？不就是打牌吗？来，燕儿姐，没以前。我闷啊，闷2000。哎呦，我这个牌不好。不好意思，跑了跑了跑了。凯子，你这么玩，是不给我面子啊？就是凯子，哪有你这么玩牌的呀？啊，哎，来来来，涛哥，我开你。哎，一对儿，涛哥赢。嘿嘿。涛哥厉害呀！对，涛哥厉害。哎，难得涛哥兴致这么高啊！好，对不住了，涛哥，刚才算是我呀，没有在状态。来，我陪涛哥好好玩。那咱们就来点更好玩的。阿泰，干活了。这到底什么好戏？不知道。你泰哥呀，跟老大混之前是个木匠，最擅长的就是钉钉子。来，咱们接着玩。涛哥，我呀赚那点辛苦钱全都让您赢过去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最后一把了，我全闷了，闷起来。那不好意思了，开。靠，涛哥这牌也太好了，看来今儿啊我得光着屁股回家了。同花顺，陈哥赢。
涛哥，我这可惜了啊。那什么，涛哥，那我就先撤了啊。等等，再来一局。哎呦，涛哥，真没钱。再来一局，就赌你手上这块表。哎呦，涛哥，这表啊，它是我祖传的，万一我要是输了，我哪还有脸去见我的列祖列宗啊？是不是？你这是让我光着身子出门啊？阿泰，怎么了，涛哥？你坐那儿去。涛哥，今天我没玩高兴，你来陪我玩。好，莲子。涛哥，不瞒您说，这表啊，它是我爷爷送给我的，它不值什么钱。您想要值钱的东西啊，我有。但是您得把您的位置留给我。想干什么？老太，让他过来。我来坐您的位置，我来帮您玩，赢了都是您的。那输了呢？输了，我就把这个留。您看他值多少钱？凯子，你这……对不住了各位，今天没什么准备就来打牌了，让大家扫兴了。我今天就舍命陪君子，您看怎么样？豹子，豹子赢。那什么，涛哥，我就先走了啊。你的辛苦费。谢涛哥。